小二叔，哎，你看上面这俩字念啥？哪俩？你说是不是右边这俩？对呀、啊，左边这俩我认识。都说你还大学生嘞，还不如我这三年你嘞啊！哎不，庙会广场。庙会。哎，庙会广场。不然俺这认识。不认识都对了。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二哥，我现在在安徽省，亳州市耀都这个。老街是亳州的一个老街，也就一条美食街吧。我们到了晚，下午才到了，要给他简单晚上找个地方，就简单的，就是想找点美食吃一下。明天早上呢，准备去吃这个当地的，等于说他们当地的这个牛肉馍。粉丝们，有哪一家的牛肉馍比较好吃？还有亳州有啥比较有特色的美食，给小二哥推荐推荐。小二哥，明天，一天都在亳州啊。